你怎么了？我懂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别闹许诺，快快快，跟我来！你是不是我错事？快跟你去！你快点！不是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对不起啊，宝贝，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时候突然间脑子里边灵光一闪。 就有了一个你想要的想法。不是你，你这到底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你的话，让我想明白了一切。我的话，放下一些，放下顾虑，清空自己，才能够走向永远。是我刚才提醒了你什么吗？对。啊？我之前对全自动物流体系啊，我太在意了。 所以一直在做加法，让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最后1公里的问题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做减法，我只保留最原有的类型地图，然后我会给 Tino 机器人设计一套全新的深度学习算法，让他自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，在路面上去学习、去碰撞，自己去领悟。不管是在多么复杂的路况之下，或者小区里面，他都可以自主学习，因为对于他而言。 都是一样的，让他自己去感受学习。我觉得你的想法风险太大了，一旦他不成功的话，最差不就是失败了。只要对项目有所突破，成功和失败要那么重要吗？ 因为我的同意，不会失败。你这样下去，结局可就定了。 喂。
哎，我来上班了啊。对对对对，嗯嗯。啊。你俩这挺激情啊。我们昨天在这加班呢，你别多想啊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管你看见什么了，赶紧把主机跟 LED 连上。全自动物流最后一公里解决了。真假？哇！彭工程师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了。成功又怎样？失败了又怎样？换下泪水我交代，全收怎样？努力。怎样被看穿又怎样？嘲笑再美都扔到一旁，怎样？用自证与学习自主开发。出发。这个童宇啊，我们应该相信他，他是个天才。刚才的实验让我也很激动，但是激动后。平静下来，这只是一次实验的成功，实验是概率性的。第二次呢？第三次呢？我们没有时间再做后续的多次论证。在如此单薄的实验基础上，我不知道明天的路演上，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情况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感性，我选童宇。然而理性，我还是觉得，也许应该让 Tino 物流分拣机器人单独上路演，这样万无一失。江总，我记得来智动科技之前，你给我写了一封邀请函。那封邮件上写了几个字啊，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。智动科技，改变生活，享受未来。其中有两个字特别重要，就是改变。改变确实是存在风险的，但是为了未来，我想这种勇敢是值得的。今晚六点前必须做出决定。那现在就是看您的选择了，究竟要稳健还是要勇敢？各部门注意，路演开始120秒倒计时。各部门听到音乐节奏变化，就准备最后的30秒的倒计时。您担心了，一定要在群里确认。好了，知道。有什么问题及时沟通。暂时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样显得更放松一点。怎么，开个玩笑缓解紧张吗？好，倒计时30秒。你应该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我缓解紧张的。别闹。我要。倒计时20秒。加油。必须的。好，注意，倒计时10秒。很显然，如今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大家已经不习惯黑暗了。
在无数年前，人类从黑暗蛮荒到蒸汽时代、电气时代，再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：接下来我们的世界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我的回答是人工智能时代。可能在座的每一位会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，可能您会说我现在用的就是智能手机，您呢？您会说我们家用的就是智能扫地机器人。是的，如今智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，可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未来智能将会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改变，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我相信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物流国，但是我们的物流技术呢，却很长时间仍旧停留于人力和半人力的状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勤劳，我们太习惯于用人力去解决问题了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需要改变。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去见证这场改变。但是在见证之前呢，我想在现场挑选一位观众和我来一起互动一下。请大家拿出你们手中的手机，在空中摇晃，我们的传感器会接收到你们的摇晃，任意挑选一位幸运的参与者。你好，我是 IC 集团的副总裁张千明。那张总，现在请您在任意一家 APP 的购物平台上挑选您所想要买的商品，然后把绘制单发给我。二号位已出库。好的，收到。关键的来了。机器人路线识别出现问题，现在已经停顿了，需不需要介入人工操作？不需要。是向先生开的甜品店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是艾米，我的 partner。要不然你帮我叫来说。你说什么？